欢迎您和我们共度好消息时间，看好戏，也祝福您，我们都有美好的人生。人生要过得美好，恐怕有一句话真的很好，要活在当下，把握我们现在所有的今天。如果我们一直活在过去的不快乐，或者是对过去的一些事情耿耿于怀，你就很难真的活在当下，享受今天。昨天的戏里面到最后，若男说，放心，他跟孩子们讲，我要过一个新的人生，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要看看他怎么样可以从过去那些不快乐走出来，而真的面对一个新的人生。你也在面对你的人生吗？祝福你像若男一样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你跳的时候真的是鹤立鸡群，我们站在旁边都呆若木鸡，尤其是回旋的时候，哇，简直像天鹅那样的优美，真的是如鹅添翼哦。哎，天鹅已经有翅膀了，再加个翅膀，不就四个翅膀吗？真是画蛇添足，我转圈转晕了。就是说嘛，马姐舞跳得真好，以后可要多跟你学习学习。哎呀，我啊十几年没跳了，哪能跟你们这些年轻人比啊？你看我刚跳了那么一会儿就满身大汗气喘如牛呢。那正好啊，你不是来运动的吗？对啊，那达到你的目的喽。若男，哎，真巧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拜拜，再见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我先去喝咖啡。好，走吧。帅哥是谁啊？啊，同学，我们一块学跳舞的。哦，嗯，好阵子没看见你了。嗯，还担心你身体呢，没想到精神那么好，还跑这来学跳舞。哎呀，这阵子啊教训学多了，所以呢也比较想通了，这个人生呢健康是最重要的了，什么丈夫啊儿女啊财产啊，哎呀都是一场空呀，而且由不得你。这个跳舞呢我以前就喜欢，所以这里有课我就来报名了。你呢？你来上什么课啊？哦，我不是来上课的。嗯，说来很巧，我有个朋友在这儿开了一个烹饪课，这个月他没空，叫我来顶，我就答应了。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啊。哎呀，真的。哎，我想学那个做小笼包子，你什么有课我过来学啊？那还不简单，不要到这儿来学嘛，还花钱，到我那儿去学，随到随教。你看你跳舞跳得红光满面的，什么时候我也来学跳舞？好啊，不过嘛，这个有点上了年纪的人呐，小心闪了腰哦。哦，那是，现在可经不起闪了。
上了 Tango。 为了买这件衣服花了我一个月的薪水，后来生下你的哥哥跟你身材走的样子，我就把它藏在箱子。最近我觉得我瘦了，而且我要上舞蹈课，我在想是不是我还可以再穿一双。哎，对啊，妈咪啊，你是说你下次上课你要穿这个去啊？那我保证啊，那些傻小子都会被你电得一个一个眼珠子掉下来了。少胡说八道了，上课去。哦，好啊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学姐，哎呀，这不是张先生吗？孙老板，怎么你哪不舒服看病啊？哎呀，感冒啊，小毛病，拿点药安心吧。你怎么了？我高血压嘛，还是老规矩，每个月要来拿一次药。哎呦，你怎么咳成这样啊？哎，不，你当心呐，你这是不是伤到肺啊？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。哦，好。那我先走。对，好，有事你先走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开开吧。我关节怎么了？有点扩张。好，先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到旁边休息。好的，好，到旁边休息。老薛，老薛，老薛！哎呀，你快救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行了。你看，这东西水开嘛。你看，我刚刚不讲了吗？这包子，哎呀，这是饺子啊。哦，这饺子。对。你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对呀、啊，包子要包出来像这个样子吧，对不对？哎、好，我来。哎，你看看，对。是不是擀皮儿？啊，不是，对呀、啊，擀皮。刚才我不跟你讲了吗？这个皮儿一定要这样子转圈儿，这个手要用力啊，你一个一个来，你擀这个，来试试。这样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是，但是你的手掌要推到那个杆上。手掌要对，这样面才能推出去，用力，对，是不是这样？对。这样啊，哎，对，往外用推出去，推，哎呦，疼吗？啊，不知道，疼，疼，哪里？哎，我跟你讲，那天跳舞的时候没注意扭到一下，我以为没事，哎呀，今天怎么搞？怎么突然疼？怎么疼啊？那手哪里？哎，怎么？这边。啊，你这里？嗯。看。啊！我知道了。是吗？因为你这个地方的肌腱呢受了伤。肌腱受了伤了、要赶快运动、如果不运动的话时间久了它会粘连在一起，那就麻烦了，它会变成五十肩、你听过吗？五十肩什么意思？五十肩、五十肩就是人过了五十以后啊，它的肌肉骨头都退化、如果你摔跤的话会骨折的，所以这个要常动，你现在要复健。动不能动，我你现在我看你哦、我看你手还能多高？到这儿。这线不疼。那我看你。嗯。它有一种运动，就等于叫做。叫什么？爬墙运动。我手都不能抬，我爬。你起来试试线，你看，好，什么叫爬墙？哎、爬墙运动就这两个手啊，向上爬。你看啊，从这里往上，你爬吧。哎，有点痛啊。不，现在你还可以进来嘛？你爬到今天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你下次啊，就爬就会高一点，也不痛了。到最后手伸的。肩不好，肩疼。那不是，你要听我的嘛。爬到最后手伸不痛了。你真会掰了你还跟真的一样，你什么都懂啊？开玩
玩笑，初中有戏嘛。我除了生孩子不会，其他还跳舞也不会。你会跳舞？是啊，你那个帮。你不要管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会不会跳舞？不会跳舞吗？想跳舞。不要。嗯，有点痛，没关系。没关系啦。哎，好，三步是吧？来来来，开始第一步。啊。哦，一。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我自己也很喜欢编剧，我过去也很长的时间做编剧的工作，我就觉得对每个做编剧的人大概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让整出戏一波未平，新的一波又要出来了。若男那边好像刚刚走出他的忧郁症，情况稍微稳定一点，好像他开始有自己的人生了。从失婚的不快乐，从失业的不快乐，从儿女的一些难处里面，慢慢走出来了，开始他去过自己的人生，学跳舞，也找到了好朋友，啊，又有好朋友可以跟他一起去过人生。但是，你看，情况好像稍微疏解了一些，之后，他这个不争气的前夫又出问题了。其实如果你稍微注意一点，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编剧都是这样的。其实前几集的节目里面，你就看到说好像他先生有点问题哦，有时候咳嗽啊，是不是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子。人生里面每一步大概很难，我们是那种一直走在非常的顺利里面，总会有一些状况。但是虽然人生有各种不同的状况，但是在面对人生的路程当中，还是要说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经验一件事，人生有剧本，剧本有高潮有低潮，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你会走得出去，因为不但有编剧，而且有导演，有人可以带着你走人生这条道路。其实在今天戏里面，我想跟你谈的是什么呢？其实爱真的是一个最大的力量，哦，你看像丁强丁大哥他所演的这个老孙，他真的是个老粗啊，过去拿枪杆，后来呢拿面杆，他就是个老猪。但是像他这样一个人，竟然认认真真的开始学起跳舞来了，而且显然他并不是那么喜欢跳舞的，他不像若男，但是因为爱的缘故，他愿意去做一个也许我并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，但是因为要让你快乐，我愿意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。戏慢慢发展到后面，你会发现说他这么认真，当然是因为，当然一方面他喜欢这个女人，另外一方面大概他也看若男跟别人跳舞他很不舒服吧。爱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，我们要不要回过头来想一想，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大概都做过这样的事情。也许很多男孩子一辈子不看文艺片的，不看什么琼瑶的小说，琼瑶的电影的，但是谈恋爱的那个时候，因为女朋友喜欢，你就去了，就跟她一起去看了，即便在戏院里面都快睡着了，你还是很认真的看。爱就是这样，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，在这面对我的生活当中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现在大概比较常的是陪儿子跟女儿去看，他们都喜欢看一些什么卡通片啊什么的。你知道到了40-50岁谁会喜欢看卡通片啊，但是就是觉得说陪孩子嘛，
觉得很快乐的事情。我们家两个小孩都知道，爸爸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，我就很快乐了。看什么电影其实不重要，吃什么餐也不那么重要。但是，比如对我来讲，大概像我们这个年龄人，不太会喜欢吃麦当劳。但是每次为了跟小孩一块出去，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小孩掉的，你要去吃一些，他不愿意，他不去。为了配合啊，吃麦当劳，然后他们都知道，反正爸爸只要跟我们在一起就很快乐。爱会让你想改变，你知道？对我来讲，我记得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什么菜都这，我就是不去吃麦当劳。对不起，不是对麦当劳有什么，只是不喜欢嘛，那不是我的口味，不喜欢。但是碰到我以前念书的一些同学，如果他们有看到说寇少安现在常常带着两个小孩去吃麦当劳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哦，以前的在念书的时候，在美国麦当劳最便宜的都不去吃，宁可去超 supermarket 买东西回来自己做。留学生的生活其实很忙的，但是我宁可自己做，就是不去。可是爱会让人改变，爱会带来改变的力量。真的，圣经上说神是爱，爱里面真的有力量。非常多的时候，我们期待生命有一些改变，但是就是缺力量。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碰过这样一件事情。那个时候一个同学，他其实是很优秀的，非常优秀的一个同学，很会念书，各方面表现得非常好。但是呢，他是那种因为是资优生，你知道，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棒很厉害，所以大概也比一般的学生更有勇敢去叛逆。其实那个年龄大概大家都叛逆，可是有的人像我就不敢叛逆，因为书又念得烂，身体又烂，你没什么本钱叛逆。他就很会，他抽烟抽得很厉害。那个年代中学生怎么可以抽烟呢？那个学校训导主任到处抓啊，他就有这个厉害啊，他全身都是烟味，可是学校抓不到他在哪里抽烟。他常常跟这个学校跟训导主任斗法，到处躲，然后他就是可以抽到烟。哇，你知道对我们这些我们这些男校，我们这些男同学其实很崇拜他的，因为那个年龄谁敢跟学校作对，他敢。哇，很崇拜他啊。他到最后我看都快被退学了吧，因为他就是很他觉得没关系啊，你们退我学，反正我书念得好，我反正还是会这样考上的。我考上之后是你们学校那个录取率低一点，因为他一定考得上的，所以他就跟学校斗法。后来他怎么戒烟你知道？其实是因为我们一个老师啊，非常疼我们，一个很疼我们的老师，他其实很像妈妈，不太像老师哦。哈，很啰嗦，很唠叨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每天就念念念念念念。我们一群男生的，那个中学那个年代，男孩都很怕人家啰嗦，很怕人家念，家里面妈妈念都很烦的，到学校还碰到一个老师还在那里念。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一班的学生啊，大家都很服气他。为什么服气他呢？就是因为他真的很爱我们，帮我们弄早餐，有时候弄午餐，有时候弄晚餐，我们在学校念书，还帮我们去弄宵夜，他很爱我们，非常非常爱到一个地步，你真的没有话讲，你就让他念吧。你家里面妈念我还回嘴呢，那学校他不大好意思回嘴，因为你就知道他跟你非亲非故，不过就是个老师嘛。但是他就是很爱我们，很爱我们这些同学。有一次我们那个抽烟这个同学快要被退学了，结果学校就是都已经要办他了，就我们这个老师就把他找去，我们大家同学都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看到这个老师啊，就握着他的手，然后就开始掉眼泪，一个妈妈就开始掉眼泪。哇，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吓到了，老师哭了掉眼泪。老师握着他的手就跟他讲说四个字，你戒烟吧。我们这同学就戒烟了，就是四个字，你戒烟。我就记得我到现在毕姐你还记得那个画面，一个老师掉眼泪，然后握着他的手说戒烟吧，他就真的戒掉。我真的体会什么叫做爱是最大的力量，爱真的有能力。圣经上说神是爱，在上帝的爱里面有一个超越人更大的能力，那份爱让他来到人间，那份爱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份爱让他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和我，那个新的生命带着能力。你的人生当中也在面对，你也在面对，在你的人生当中需要有力量。我的那个同学，他面对的是抽烟。其实
我想他那个时候面对抽烟一个中学生，我两个想法。第一个，我根本不想改，因为我为什么要改？你们这些老师不让我抽烟，你们自己还不在抽烟。第一个，他并不想改。第二个，我想多少也有一点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知道那么小，你这么小开始抽烟，将来你的肺怎么办呢？你会不会得肺啊？等等一堆，知道。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我想他需要的是有人不只是跟他讲道理。我都记得那个时候，常常学校的那些训导处的那些老师们啊、主任啊，冲到我们班上来，对着他一直念，讲了大概一万句话，毫无影响力。我们那个老师讲一句话四个字，充满影响力。那些教官、那些训导、那些老师念得一塌糊涂，但是没有带来改变。这个老师一句话四个字带来完全的改变。因为爱，爱里面有力量。神就是爱，他也要把一个有力量的生命给你，你要不要呢？看完今天这个节目，也许你对你周围有些人有些失望，你跟他讲了多少遍了，也许你对你的丈夫很失望，对你的孩子很失望，对你的妻子很失望，对你的同事、对你的员工很失望。我已经讲了那么多遍了，他就是不肯改，你要不要换一种方法，让他知道你爱他，你对他所讲的话就会有影响力。让他知道你爱他，你对他所讲的话就会有影响力。若是你真知道耶稣爱你，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生命给你，在他的爱里面，你会经验那个生命的影响力，生命的改变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也许你会说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爱有影响力，可是有时候被他弄得我很火大，很生气，我爱不下去了，我就是愤怒，会吼。所以你需要神的爱先进到你里面。当神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，我里面先改变，你才有力量去改变别人。父母亲先改变，你才有力量改变你的孩子。做丈夫的先改变，你才有力量改变你的妻子。做妻子的调整了、改变了，才有力量去改变你的另外一半。同样的，做老板的，你如果有改变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的员工会有改变。爱带来改变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对我们周围的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，不是说了一堆却毫无改变，不是说了一堆却毫无影响力。主，谢谢你，爱里面有影响力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，以至于我们对我们的周围可以有足够的影响力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节目当中，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动，我相信在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些人，观众朋友，你正觉得为什么我对我周围的人说了那么多，做了那么多，却毫无影响力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，换一个方法，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陪你认识这一位充满影响力的耶稣基督，他的爱会带来改变。上帝祝福你。